文字是我的初恋，当时所有的人都喜欢他，我觉得如果一个女孩子喜欢一个人，而那个人不是蚊子，好像就是不对的。我就是因为这个才主动追求他的，那是在我们中学毕业的前一年。下课。写笔记了吗？写了。他讲什么我都没听懂。看看。嗯。哎，那一块走吧。嗯。所谓南阳姐的事实，在酒中一位画家朋友的陪同下，我访问了岛原和天草，那里过去送出的南阳姐最多。可是那儿的人都避而不谈，我一无所得，眼看着我的旅程就要结束了。掌柜的，有什么好吃的吗？我都快要饿死了。哎，今天只有杂烩和炒饭。菜来呀。哪个快呀？花了。我刚刚在路上的时候，我还在想，这是谁给我的票？吃了，到傍晚也不会饿。我没想到，那就炒饭吧。连谁给的票都不知道就跑出来了，真行。不过刚才路上跑的时候，我就猜出来了，反正不是男生给的。啊，知道是女生给的才来啊？不是，我不是那意思。觉得可能是你。那要是你来了发现不是我呢？那我就不看了。阿婆，请。哎呀，这么贵的烟，谢谢您了。哎，一会儿你回家了，怎么跟家里人说啊？没关系，我妈最放心我了，我就说我在学校写作业来着。你呢？你怎么说啊？你笑什么？这好歹在撒谎。我这个人呢，就是爱抽口烟。阿婆是这镇上的人吗？不是，我是镇后边盐务村的人。是吗？他们说我长得挺像李元秀娟的。你这话好懂。你这儿呢？可是阿婆的话倒很好懂。有点儿。我虽说是本地出身，其实你挺像三浦友和的。小的时候就到外国去了，所以。女孩子都比同龄的男孩子成熟的早。我知道有男生喜欢我，包括绿军装和梁子。可是我的心思全在蚊子身上。你想干什么呀？我不干什么。那你躲开。我在这儿等你好几天了，
你就痛快告诉我，行还是不行？不行，怎么着吧？不行，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就是因为蚊子吗？你真以为亚能跟你好啊？他不跟我好，我也不会跟你好。亚有什么呀？啊，亚不就会念书吗？啊，亚能给你什么呀？亚能保护你吗？人家考上大学以后，你算什么呀？大学里女生多了，谁不比你强啊？你管着吗你？你有什么呀？我讨厌。我什么都没有，但我就能揍他。我告诉你，以后我看丫一回 ，K 丫一回。别以为丫有一弟就牛，谁他妈知道那是不是他亲弟呀？丫没戏。梁子。你来这儿干嘛呢？今天下午劫蚊子那男生是因为我来的。那人老追我，老在我们家楼底下弹吉他，说要跟我做朋友，我不答应吧，他就说要打蚊子。我想让你护着点蚊子，他不会打架，我怕他吃亏。成，我能感觉到梁子对我挺好的，他总是默默地保护蚊子。在别人看来，因为那是他哥。可是在我看来，是因为我喜欢蚊子。他对蚊子好，就是对我好。可即便是这样，我还是跟梁子保持着距离。从十渡回来，我就认为我这辈子是彻彻底底属于蚊子了。他们谁都没发现我出来。我出来的时候，他们也没发现我。蚊子。嗯。你不会离开我吧？不会的，都说了一百回了。可是我总感觉咱俩到不了头。怎么老这么想？反正我就是害怕嘛。你怕什么？有我在啊，你什么都不用害怕。蚊子考上大学，我们的关系确定了。可是，随之而来的变化是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。315周志文，有人找。
到这儿来了？我自己找来的呗。哎，石文。哎，我给你买关。学校可真棒，老五，我问你，你的头在哪儿烫的？好看吧，特流行。哎，你别这样，这是我们学校。这么快就到了，我来找你。就是为了能跟你多走一会儿。老五，嗯，我想跟你说个事儿。说吧。以后你别到学校来找我了。怎么？在我们学校，压根儿就没有谈恋爱这么一说。你突然这么一来，我都不知道应该说你是我什么人了。那你说我是你什么人啊？你知道还问？你就是不懂事儿。反正我就是有资格找你。你不能再来了，你明白吗？让别人说闲话不好。好家伙，这位，那头条红的。蚊子在吗？快回学校了。这么早就回去了？哎。我哥说把这个给你。你怎么来了？要不你进来。走吧，咱俩到外面说去。说了多少次了，你有什么话你等我回去以后再说。突然到学校这么找我，影响不好。你这人就是这样，永远都这么拧。文总，我来就是为了让你当我的面跟我说。那我不都给你写信了吗？
信里写的话，就是我想对你说的话。写信不算，我就是要听你说。你这又何必呢？反正我该说的都说了，再说也没什么意义。对你没有意义，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。我就是要你当我的面说。那天，我觉得我挽救了爱情。虽然我用的方法很原始，我以为蚊子会因此感觉到我有多么爱他，会因此留在我身边。我错了，我想，这大概就是我们最后的告别吧。李平，哎，同志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阳性的，怀孕了，找大夫看去，谁给你开的，找谁去。别哭了，啊！反正咱俩不行。原来有蚊子，你不理我行，可是现在蚊子都没了，怎么还不行啊？老五，我求你了，咱俩先试试，要过一阵子你还觉得不行，我不勉强你。那你必须答应我。不伤害任何人，我再告诉你原因。行，你不让我干的事儿，绝不干。我怀孕了。是蚊子吗？我非废了丫的！这他妈王八蛋！你别管是谁，反正你已经答应我了，我们要守信用。老五，不嫌你，你跟我吧。我和大西瓜想尽了办法，
都没用。最后，我们告诉了梁子，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真正不会拒绝我、不会看不起我的人，只有他们两个。我问了，没有结婚证明，医院不给做手术。那怎么办？那我死了算了。西瓜。嗯。你先出去一下好吗？我想和老虎单独谈谈。你想过把孩子生下来吗？我不敢想。你把孩子生下来，我给你养着。是说让你跟我结婚，不用结婚，你把孩子生下来，我给你养着，你还可以找你喜欢的人。梁子，我知道你对我好，可是这样对你不公平。你什么样我不在乎。后来我知道我哥不愿意跟你在一块儿了，比你知道的还早，我心里特别难过。本来有他，我们俩还能有点关系，现在你们分开了，咱们就什么关系都没有了。阿西瓜告诉我，说你怀孕了。我先是替你着急，然后我就很高兴，真的。我说这话你别生气，我真这么想。我想，要是你把孩子生下来，你嫁给我不嫁给我这都没关系。有了这个孩子，我就能一辈子跟你在一块了。我不在乎的，我不在乎孩子的爸是谁。到现在为止，我没有听见过梁子一口气说这么多话，从来没有。而且他始终不问我这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。我不知道我对梁子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，这种感情跟爱情有什么关系？可是就在这个晚上，我决定把孩子生下来。
梁子带走了孩子。走之前，我们拍了这张照片。我不知道他怎么跟家里人解释这孩子的来历的，他也没有告诉过我。啊，哎，接着。谁的孩子呀？我的。谁的？哎，二哥，你说什么呢？梁子，哎，梁子，怎么回事啊？梁子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来呢？啊？这孩子他妈是谁呀？您别问了，就当他没有妈，反正我就是他爸。梁子，你怎么这么让妈不省心呢？你妈，你别太伤心了，等我把钱挣够了，我带他搬出去住。妈，哎呦，别哭，马上就好了啊！别哭，二哥，你快点冷。好。对不起你，二哥，你知道你对父母的打击有多大吗？你别总觉得爸妈好像偏向大哥，其实他们心里挺在乎你的。你说你无缘无故的突然抱一个孩子回来，他们心里能不着急吗？桃子，你们小孩不明白的事儿就别管了。我是他爸，就是再苦再难，我也要把他照顾好，让他长大成人。我真没想到，你怎么能对你自己这么不负责任？你就算不替你自己着想，你也该替孩子想想。这么小的孩子，刚生下来就没有母亲，连一个合法的身份都没有，让他长大了怎么面对自己的身世？再说，这孩子的妈也是，刚把孩子生下来，就扔在一边，这叫什么母亲？他有没有做母亲的资格？有没有做母亲的能力？大哥，小点声，孩子刚睡着。你也不替爸妈考虑，
从来没这么丢过脸。你想过没有？你带回来一个不明不白的私生子，爸妈还得替你养着，让他们怎么见人？太过分了。哥，你少说两句话，没人帮你当哑巴。你知道吗？只有你这样没有文化的人，你才会这么说话，这么做事儿。你简直不是我们家的人，孩子在你手里也不会教育好。大哥，我警告你，你说我什么都可以，你要是再敢说我孩子，我告诉你，我跟你没完。你还是嫌寒碜是吧？你就当你不认识我。以后我的孩子绝不会沾你什么光，你该干什么你干什么去。不管你怎么说，你这就是不负责任、愚昧。就冲你这样，孩子他妈的好到哪儿去？告诉你，你放手！你要再说，我他妈就抽你，知道吗？你看你这两个流氓有什么区别？你放手！他妈！妈都生病了，你们俩别打了好不好？你们别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从那天起，二哥和大哥彻底不说话了。大哥很少回家，二哥每天拼命加班，为了多挣一点钱。后来我在天津找到了工作，画漆画。受到梁子的信，他已经在监狱里了。本来我没想上的，可是他说是你告诉他的，孩子是你和我哥的。所有的人都表现出不相信，但是他们的表情告诉我，他们都相信了。我一刀扎过去，他就躺下了。孩子你不用担心，他什么也不缺，我妈带着呢。他再不喜欢我，也不会对孩子不好，就是对不起你。我不在家，你不能来看他。我想好了，等我出去就告诉他，他有一个姑姑在天津，是个画家，到时候你就来。我在里面劳动已经适应了，还不错。你多保重，有合适的也别再耽误了。警察来把二哥带走的那天，他给爸爸妈妈跪下了。二哥说他一辈子都还不清欠家里的一切，他自己没什么，就是求父母帮他带着这个孩子。二哥走了，妈妈大病了一场，一下子老了很多。梁子出来那年我已经结婚了，丈夫是我师父，比我大12岁，妻子去世了，留下一个女儿。我想可能是因为我不想再生孩子了，所以才嫁给这个男人。当然他对我很好，后来我接到梁子的电话，他告诉我他带着孩子搬出来住了，我可以去看孩子了。那年我的儿子已经7岁多了。
老五，我觉得你应该忘了那件事。我挺想见他的，我生了他，就再也没有见过他，除了你给我的那些照片。准备好了吗？全华，全华！哎，爸爸！哎呦！你看看他是谁？阿姨。不是阿姨，是姑姑。姑姑。你抽屉里那些漆画好看吗？好看。姑姑给你画的。啊，姑姑说了，以后每年过生日给你画一个。好。好吧，以后你几岁了就给你画几张。好。好不好？谢谢姑姑。谢谢姑姑。来，让姑姑看沉不沉。哎。孩子。啊。想妈妈吗？你们怎么老问这个问题？有我爸就够了。姑姑，你别哭，我觉得这样就挺好的。桃子，这些事儿我对谁都没说过。我知道。回去劝劝你二哥，他也该成个家了。过去所有的事情好像都在我的眼前复活了。我更没有想到全户的身世和他爸爸的身世有着惊人的相似。父亲去世的时候，他的遗物是由我来整理的。在这其中，我发现了家里的一个重大秘密。无论是性格还是命运，我的两个哥哥是那么的不相同。我甚至曾经以为我二哥不是父母的亲生儿子，没想到事实正好相反。李少军，我。哎妈，这还有张哥的照片呢。哎，你看，我哥还真挺精神的哈。妈，你看，嗯，给您看这个。妈，有一件事儿我一直想问您。为什么我和我二哥姓我爸的姓儿，大哥姓您的姓儿啊？是不是有什么特殊原因呢？蚊子是咱们家第一个孩子。我跟你爸爸结婚的时候啊，就商量好了，等有了孩子以后啊，就姓我的姓儿。就算你爸爸送给我的礼物吧。要不然你们那么疼大哥呢？嗯。我什么都明白了。我明白了，大哥为什么姓妈妈的姓。那也是姑父的姓。这完全就是一个巧合。只不过，为了让大哥能有一个不改姓的理由，妈妈才编出了一个这么好的故事。
大哥根本不是爸爸妈妈亲生的儿子，他是我姑姑和姑父留下的孤儿。二哥，你说这件事儿告不告诉大哥？还是不说吧，让他永远觉得是家里的大哥，多好。你知道吗？原来我还因为你怪过爸爸，怪他们偏心眼儿。现在你知道了这些，你能谅解他们了吧？从来就没恨过他们，现在我觉得挺好的。二哥，我总觉得你好像早就知道这件事儿了，对吗？作业写完了吗？写完了，在学校就写完了。我走了。对了，过两天大哥就要带大嫂回来了。好啊，妈又该高兴了。上次姑给你买的书看了没？都看过了。真的啊？真的。来，看这个。小姐，谢谢。29.9。老五。29.9。看到文字的那一瞬间，我终于明白了许多事情。我什么也不想对他说了。吃冰激凌。哎，姑给买啊。大伯，你刚才叫他什么？姑姑。今天晚上啊，奶奶在家做饭吃，来吗？成，您跟我爸说去，我爸回去我就回去。那就让你爸带你来啊。成。我跟姑姑走了，大伯再见。啊，再见。你也认识我大伯？我们小时候是同学。听我爸说，您是在天津长大的。姑姑很早就去天津了，所以见了你大伯都认不出来了。老五，给我留个电话吧。改日，咱们再一块吃个饭。吃饭就算了。我不在北京，全户啊，去买个冰淇淋吃啊！啊，快去快回，别乱跑啊！我听娘子说了，说你现在在天津画漆画，依然是一个画家了。不是什么画家，是工人。再说画漆画只是技术，不是艺术。我早就听娘子说，全户有一个姑姑，我没想到是你。这孩子他是……我喜欢这孩子，咱们都是老同学嘛。
哥，吃水果。你看，这是我姑姑送给我的生日礼物，她每年都送给我一个。你看，哎，对了，我还有别的玩意儿呢，过来。给你的。又是手表，你都购买多少块了？留着赶明儿啊，给全湖开个名表店吧。梁子，嗯，我一直想跟你好好聊聊。嗯，梁子，我想把全湖带到国外去。你看，孩子长大了，教育很重要。我把全湖带走了，你也好成个家，不是？嗯。谢谢你，大哥。真的不用，我知道该怎么教育好这孩子。我不是那意思，我是说啊，我现在国外挺好的，不多全乎一孩子。大哥，你看啊，你一个我一个，这不挺好吗？来，我可跟桃子说了啊，你一直跟一个秀的姑娘好着呢，你要觉得好啊，就赶紧结婚啊，别把人耽误了。我现在挺好的，还不想结婚呢。大哥走之前，留下了数目不小的一笔钱。二哥死活不要，我替他收下了。我觉得那是全户的，我应该替他保存。那以后，我接到了老五的信。内容很简单，他说，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的生活。我一直坚守着这两个秘密，没有告诉任何人。